家安安，我是白狼。在上一次的洛克人 X4 破袋之后呢，再来就是第五代啦。我一样是选择艾克斯，然后他的主线剧情不能跳过。再来，一开始选择艾克斯的话，杰洛就不能使用远程攻击。那一开始选择杰洛的话，可以使用远程攻击，但是艾克斯的武力装甲会被破坏。接着，艾克斯他一开始就是穿武力装甲，那只有脚铠有用。再来，他的蓝色那个剧情也是非常的多，一样是不能跳掉，这点做的算是缺点。我觉得第五代做的比第四代难多了，但是还是可以在游玩的范围内。这里我把自动充能跟连发给开回来。然后再来就是一样是先打火龙，跟第四代的打法差不多。然后再来的八大关卡我都会选择杰洛，主要是因为第四代我没有玩过杰洛啦。然后第五代的杰洛，初始的杰洛就继承了 X 四代的空中冲刺跟，哦对，没有乱跳。
被这个烧到的话非常的痛，被烧个三下大概就死了。这个蜻蜓血非常厚，我要砍两回他才会死。然后爱心是在左边，这个拖时间。虽然有二段跳对这一关是很好的技能啊，可是为了打下一关的暴走列车，还是拿他的特殊武器会比较快。这个岩浆碰到就 GG 了。那我顺便来拿铠甲好了。这边有点危险，不小心就会没跳到就会死掉。但是以我的技术还是宝刀未老。好险哦，他死掉的姿势有一点奇葩，就是很奇怪。接下来就是打星月灰熊。星月灰熊是算是一开始的第一关可以先打，
然后这个王有一个很神奇的设定，就是如果你杰洛有装除弹器的话，他一开始的小型星月弹可以用除弹器打掉。这个可以直接用半地眼就一次就解决了。第五代我有一点忘记了，所以可能玩起来会有一点吃力。以属性来说的话，这一只应该算是地属性吧，我觉得。不小心撞到了。X4到 X6代的杰洛有一个招式，它是一个 bug， 就是在冲刺的时候按下一般攻击的时候冲刺攻击这样循环，在 X6 代可以对 boss 造成重大损害。然后网络上有很多种名称，我是叫它灭多掌，这也是网络上的名称之一。另外一个就是 bug 斩，还有很多之类的叫法。所以当我发现到有这种打法的时候，我真的觉得非常夸张。我在想下一关要打潮水金鱼还是打闪电乌贼啊。哦，这个也是主线，一进去就是直接打他了。这个也是拖时间的。
我觉得如果要我打潮水金鱼的话，在那之前我可能要先打玫瑰花，会比较方便啊。以杰洛的特殊武器来说，这一只 BOSS 的特殊武器会非常好用，所以我就选择先打这一只。那刚好他也是克火属，这一关的舞台我觉得算简单，算是打得蛮快的。第五代我觉得打得比第四代还要快耶。那现在还没有到20分，但是下面那一关的关卡会打得非常的久，所以现在就做个结尾吧。那如果你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请在下方点个喜欢，也可以按下订阅和旁边的小铃铛，随时追踪我。我是白狼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